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透过 Eleven 来收看2017女子桌球世界杯的现场直播。现在要带来第二场的八强赛，则是要由台湾选手陈思雨对上日本选手平野美宇。那这场比赛，我是张振林，同样邀请到王林中一一起来担任球评。球评你好，主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这场比赛准备要正式开始，在画面右方就是看到的是哦，年仅今年是17岁的年纪啊，平野美宇。在去年以16岁的年纪拿下了世界杯的一个冠军，那陈思雨则是今年从小组赛开始打起了2连胜，进入到会内赛也闯进了八强，要来面对到去年的冠军来一争前面第二章的四强赛的门票。那前面一场比赛，台湾选手郑怡静已经很顺利的4-2打败李浩勤，前进到了四强。那接下来也请观众朋友一起来帮陈思雨来加油哦。那在前面的16强的比赛，其实陈思雨打得非常辛苦哦，一开始连输了3局，再连追4局，这样的一个大逆转的一个戏码，让他晋级到了八强，也写下目前个人的一个最佳成绩哦，也当然希望能够晋级到四强，来为台湾争取到个人的更好的一个成绩哦。那不知道球评你怎么看今天这两位选手，尤其是陈思雨要面对到去年的一个冠军，而且又是一个人称日本天才少女，可能是福原爱第二的一个称号的平野美宇。如果说技术面不去看的话，一去年的平野美宇她的女单冠军嘛，然后或者是世界排名也是平野美宇比较高一点，对，所以在陈思雨她可能在心态上就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可能就是承受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再加上双方也有交手过，所以双方对于彼此的技战术运用也算是非常了解，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如果陈思雨她在下手方面或者是加质量方面，如果敢于去做进攻，或者是说今天的临场方面也算是非常的顺手的话，要拿下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好，那现在进行到双方赛前热身了，那要再来谈谈目前平野美宇世界排名第6名，那陈思雨世界排名第32，那虽然排名有差，但是前面一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其实像郑怡静跟李浩勤虽然第11、第42，但是打起来球赛真的是要打起来你才知道，世界排名也许只是参考用。那我们可以来看到陈思雨过去的一个参赛记录，那今年闯进了八强，写下了个人的在世界杯的最好成绩了，当然希望能够继续的往前挺进，虽然对手不容小觑了，但是对于 PMA 来讲，台湾的选手陈思雨绝对不是好惹的。对，来看到平野美宇2016年的世界冠军了，也是1969年以来日本在桌球世界杯的第一面女单冠军了。像双方打法唯一的不同就是像日本的平野美宇，她是球速非常的快，就球速啊节奏都比较快，然后陈思雨是她的球质力道非常的重，所以一个是速度方面比较略胜，有比较优势，对，有优势。然后，陈思雨他是在于力量上，对，在于力量上、质量上是能够给对方压迫，造成给予对方压迫的。那从1999年开始，世界杯都是有中国选手拿下金牌啊。那在去年在美国费城的比赛当中，平野美宇拿下第1名。那这一届是拿下第2名，那台湾选手当然实力也是在世界上是非常顶尖的。来看陈思雨面对到平野美宇，陈思雨是穿着黑色 polo 衫的，在画面下方首先发球，哦，
在桌球的比赛当中，第一局的比赛是不是都会比较属于一个比较非常属于一个比较算是试探的性质，找就是试探找双方的一个节奏跟一个球感跟他们的战术吗？对，就一方面就是去可以试着说我赛前对你的研究是不是真的适用，或者是说我在第一局的时候我可以去摸清你的出拍的习性，或者是你给来球的落点的质量，这样对。所以在一开始啊，能够越快找到对手的破绽啊，当然对分数上就会比较有优势啊。Two one， 最后一分一比二。一开始 PMA 语节奏也打得蛮快的，对，像 PMA 语基本上不乱退台的话，在近台出拍基本上都是在球的起跳点或者是上升期就出拍了。Left one three。可是有好有坏，虽然节奏很快，可是力量上就没办法说来得那么强，对。好球。陈世宇打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好球啊！那 PMA 在今年的世锦赛也拿下铜牌，成绩在今年可以说是这两年可以说是大爆发啊。那年纪相当轻，今年也才17岁。在今年的亚洲桌球锦标赛也拿下单打的冠军。3-3，好球。那今年PMA 要来寻求卫冕的连霸路上，也当然要先过陈思宇这一关了。重发，好球！好球！对，其实双方站位的不同，然后出拍的时间点也不一样的话，就明显一个是快，然后一个是真的是重的。像陈旭他在女子组方面真的出拍算是非常的重。5-4，但力道的控制啊，对桌球比赛来说也非常的重要。5-4，哦，来看到场边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哦，应该是场边有人用闪光灯啊，在拍照啊，所以 PMA 也跟裁判来反映啊。哦，在这个小插曲回来之后，拿下这一分 ，PMA 现在追成5-5的平手。6-5，球加力，哎呀！
让平野美宇现在取得7-5两分的超前。那么在前面的比赛当中，那陈思宇的表现如何？球评你怎么看到现在陈思宇的一个发挥？对，现在陈思宇有时候会试着说跟他硬碰硬，但是有时候又看到说他再去从弱点上去做变化，看是给他哪个弱点，他可以把他的速度给降下来。对，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慢慢的观察，看一下陈思宇是会做哪些战术的变化。好球。哇，可惜。还是维持两分的差距，8-6，平野美宇领先。对，现在还是要看陈思宇在这接平野美宇发到他正手位置，这下勾手发球的时候，该要去把球立住摆转呢，还是主动的去做调打，就看陈思宇他怎么去做搭配了。重发。哦，再一次。哦，发生了发球的失误。哦，前面两次都是触网重发啊，但这一次就没过了。这个位置不能轻易去给哦，因为平野美宇他最擅长就是发完勾手发球，然后当对方给到他反手位置的时候，马上就利用他的腰部的重心就把线路带开啊。轮到陈思宇的发球分，7-9，落后两分。哎，想要做进攻啊，但自己发生失误。那。拿到了第一个局点，平野美宇先掌握了局点，10-7。哇，速度非常快。那么在第一局的比赛，平野美宇是以11-7拿下。那现在陈思宇要利用休息的时间赶快调整哦，来看到第二局的比赛，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拿下金牌，那这几年来他绝对成为中国选手眼中钉哦，那也表示他的实力真的是在世界上也是真的是不容小觑啊。哇，同样是连拿，开局也是连拿两分啊。对，像平野美宇，他并不是说他的得分手段或者是技战术特点非常的多，他就真的是单纯的把他单一就是一项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对，不像说中国选手啊，得分手段，然后技战术套路很多，对，他就是那一两招，就是但是那一两招就是非常的。练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精致，就是那一两招就是能够让你难受，对，就是让你难受，你就是突破不了他，对。哇，这种球风就是打人家很烦吧？对，就很非常的快、哦。对，对。哦，在一开始，现在连扫4分啊、哦。对，现在陈思宇在回球的时候给的落点或者是回球方式，可以再做一些的改变。变哦，对，好球，球，就是可以尝试着说主动的去把球制造成下旋，就是说主动劈长，或者是就主动的把球立短，对，让对方的节奏慢下来，尽量避免说直接展开上旋球的对抗。对，好球，好球，对，先把自己在短球处理方面
把自己的旋转给加上去，可以先跟他打一些旋转，甚至是可以慢半拍去破坏片尾与出拍的速度哦。等于说用旋转跟用节奏去破坏对方的快速度，对。速度真的很快。起拍的来回和反手拍的落点都相当稳定哦。啊，这球中路位置被压迫住了。球，好球！对，找到机会就要敢于下手，敢于加力喽。6-3，平野美宇领先。6-3，在今天 PMA 的发球很常触网，也曾经出现过一个发球的失误。3-7，调动的角度非常的大，对。感觉才刚回击而已，回击没多久，马上就来了，对，回来球了。那种合力点、起跳点、上升点，这样马上快点那种出拍，确实难度非常的大。4-7，好球，最后一分，4-7。4-7，陈思雨的发球，哎呀，直接出现了发球的失误。陈思雨必须要赶快热开哦。球不想要主动做进攻，平野美宇也出现失误。对，还是首先在接发球上面先把自己的旋转加上去哦。对，这球看似是个平野的机会球，可是这球陈旭他有把自己的旋转加上去，所以虽然是个机会球，但是下旋的那种成分算是非常的高哦。哇，5-9，结果在回击的时候自己也发生失误，现在9-5，4分的差距。陈思雨的发球，好，追回一分。哇，这球真的是没办法了。对，又是掌握到了局点，来看到前面这一球。对，陈思雨已经回击了，防守已经非常的漂亮了。
没有 PMA 雨更漂亮了。没有办法，现在10-6 ，PMA 雨掌握4个局点。哇！那么在第二局的比赛，PMA雨11-6拿下，现在连拿2局，在局数上取得2-0的领先。那么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第三局的比赛，请观众朋友持续来为陈思宇来加油。哦，在这三局的第一前2分都是由PMA雨拿下，也给了陈思宇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啊。球，好球。1-1。好球！哎呀！好不容易跟上速度了哦，然后追求偏美雨，有点运气的成分也擦网哦。呀，对，现在陈思宇可能是想要把自己站位再退半步，就是击球的时间再稍微慢一点，然后。就是可以有更多时间去跟上对方速度，可是一方面的坏处就是你只要人往再往后面退半步的情况下，你的击球范围就会越广，所以有利也有弊，所以可以跟得上对方的速度没错，可是你要移动的范围就要可能就要加大了。哇，又连丢了3分，现在4-1的落后，陈思宇。5-1。对于今天PMA雨，不管是在台内的进攻也好，或者是上旋球的对抗也好，他今天的反手的状态，算是还是跟往常一样，还是非常的运用的非常的完美哦。5-1，又轮到了PMA雨的发球。哇，虽然重心被调动到，但是皮耶美女都可以很快速的去追到球。那像遇到这样的一个速度型的选手，那如果是球评常遇到这样的速度型的选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反制吗？有办法吗？你可以就是接发球的节奏可以稍微慢慢拍。就是说，例如说，对方已经习惯你，就是你已经触拍的节奏，你可以刻意的稍微再慢半拍，就是让对方去破坏对方的重心，破坏对方的出手时间，或者是说，可以把自己的旋转再加得更强，再把自己的旋转再制造的这种系数成分再往上加，是让对方在加速度的时候会犹豫说，会不会我一昧的求速度，然后。你的旋转会让我出界，对。7-3，7-3。像有时候在跟一些中国的教练会讨论，他们有时候都会讲到一点，是我觉得还是算有点算蛮合理的东西，说。他说：“像每个人的特点里面，每一项的技术特点里面，都一定会有瑕疵存在。是，就意思就是说，像平野美宇，他反手那么好、那么快的人，但是他可能是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某一个落点，他就可能没办法让他快起来。对，所以要去找到他的，就算他的优势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瑕疵。对，像例如说。”如果说我把旋转加在平野美宇追身的位置，他可能就快不太起来。是，或者是说，他先给他中间位置，再
连续给他盯住他中间最深位置给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快起来。我说那只是举例，对，是还是要先要看他场上的发挥，对，那就是要很快的在场上去找到他最擅长的速度里面最不擅长的东西。对。好球，好球。对，陈世宇虽然比分上有点落后，但是还是自己在出拍的时候还是要非常的坚决哦。连打三分。因为球类运动这种竞技体育就是比较有存疑性的，就是比赛没有到最后一分都还不知道结果。对对。所以现在在第三局里面8-6，那应该是偏美宇喊出了一个暂停，在领先的情况下，但连丢了这三分。那球评你怎么看偏美宇在这时候喊暂停的一个用意啊？对，他可能是他想说避免夜长梦多，是想要尽量对，就尽量说取得大比分、大幅度3-0领先的优势。就让他第四局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再试一些东西，或者是还有更多空间去运用他的技战术，或者也可以让他的出手更有信心。嗯，对，因为毕竟2-1跟3-0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对，因为像这种持拍类的运动，你的心理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出手。对，所以有时候有一不管说是能够尽量加正面的心理上的能量，就尽量是对。那当然，3-0就可以对比较轻松的放开打，就至少比2-1就比较少，对，比较少一点包袱。对，哦，那在场边暂停的时候，也看到偏美再度拿起了他的哦，这应该叫做参考书嘛，还是叫说对哦这种战术厚厚一本哦。那也真的，你有偷看过日本选手这种？他里面到底写些什么吗？可是他也不会让你看。你说你看了，他还是写日文，我们应该看不懂。对。哦，但也不得不佩服日本选手的这种非常的严谨的一个态度哦。这种做就算是情搜都会把它整理的好好的，让你来面对每一场的比赛。对，像这几年，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下届奥运是办在他们的东京主场，对，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这几年对于乒乓球的付出，对于乒乓球的重视程度，真的算是花了不少的心血。对，哦，除了在桌球部分，我想在各类运动方面，他们都下足了功夫哦。对，因为毕竟在自己家里办，就像我们在世大运，也希望自己在家里的成绩能更好，把奖牌留下来。对。我现在来到了10-6，在暂停回来之后，那 PMA 也，哦，果然是有看书有保佑的感觉，也连续的拿下分数，取得局点了。哇哈哈！那在第三局里面11-6，现在在局数上3-0领先了陈思宇。那陈思宇在前面一场比赛虽然也是一样，也是先丢三局再追四。四局，所以还是有机会啊。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看到第四局的比赛。平野美宇对上台湾选手陈思宇的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局哦。前面三局，哦，平野美宇很快的11-7、11-6、11-6，取得3-0的听牌优势哦。那对于陈思宇来讲，在第四局现在必须要想尽办法能够跟得上平野美宇，而且要拿下。分一分拿下，然后连拿四局，这样反败为胜的一个戏码，看有没有机会来上演。对，就像前面提到了，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胜负的时候，还是要不断的去在比赛过程中去寻求突破对方的方法哦。对，第四局一开始是由偏美宇来发球，啊，可惜了。偏美宇就算速度再快，他都还是跟得上啊。
哦，这个发球也突如其来改变了一个路线哦。哦，从慢动作看得出来，球的轨迹因为旋转加上去，所以球的轨迹不断的会弹到桌子上，往上冲的那种感觉。球，球 ，one two， 这次的正拍下压终于成功了。前面有好几次陈思雨也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进攻哦，但都没有成功。3-1。今天陈思雨在自己正手在进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稍微可惜，有很多都是最后一下准备要下手，决定一下重手的那一刻，然后今天自己有不少的非受迫性失误哦。好球，让陈思雨追回了一分，现在比赛来到一分差，3-2，平野美宇领先。他今天第二次的发球失误啊！3-3平手。Four。哦，现在让陈思义取得领先。先哦，4-3。哦，对，好，来到陈思雨的发球。哇、哦欸啊！陈思雨只有在第一局哦，跟第四局有取得分数上的领先过，但很快的都被追平，然后超前。哇，这个线路真的没话说。陈思雨已经也确实已经做的也非常的好了，然后。没想到今天平野美宇还是利用自己腰部的重心，去把线路速度带得更开更快啊！球5-5，撇开胜负不说的话，这场目前看到这里的话，让我们体会到一件事：说你不一定说要把每一项技术练得非常的。什么技术都要学会哦。Oh. 对，其实把某一项你属于你的特长的东西，把它练得精致，练得得心应手，也反而也是一种你成为一个优秀选手的一条路啊。是，不用说什么都要会，然后什么就可能有六个招式，但是你不一定六个招式都要把它练到100，你可以把一个招式练到200。对，不一定什么都要会，但是某一项你就确实要专精的时候。哦，当然能够全面性的学习，或是全面全部都很好，那当然很好。对，但是总有某一项你真的不太在行的情况的时候，对，你把其他的发挥到更好，那把自己最弱的东西隐藏起来，或者是也练到一定程度就够了，这样。哎呀，哎呀，好球！陈思雨现在在取得7-6，一分的领先哦。那刚才在画面上再来看到的是，在过去的记录，从1996年开始到2016年哦，
只有皮耶梅宇在去年拿下的冠军是非中国选手，那皮耶梅宇也终止了中国选手主宰了世界杯桌球赛的一个记录哦。七比七，哇！这今天皮耶梅宇也利用不少这种反手夹阳丸，马上转正手，两条大斜线的这种带开哦。对，这应该算是。属于皮耶梅宇他自己的套餐，对，八比七，九比七，而且皮耶梅宇今天在正手拍以及反手拍的发挥都真的非常的刁钻哦，对，打起来真的自己的失误非常的少，对。好、啊，取得赛末点了，十比七，在第四局里面，现在来到了三个赛末点。陈思宇如果能够挺住，那想必对自己的气势上跟信心上也会有不少的帮助。来看到这个发球 ，PMA 的发球，哇哦，守住了一个。那还有两个赛末点，是轮到了陈思宇的发球。哇哦！那最后一局。皮耶梅宇以11-8拿下，那直落四啊，在四局的比赛当中，皮耶梅宇11-7、11-6、11-6、11-8、4-0，轻轻松松的打败了陈思宇。那陈思宇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哦，不是说表现不好，但是就是皮耶梅宇表现太好。对，今天皮耶梅宇他的整个自己的打法风格体系贯彻的非常的彻底哦。但是让今天陈思宇可能在自己想要跟上他的速度，或者是想要去取分的时候，然后自己造成陈思宇他自己的非常重心失误。对，那在这场比赛也可以看到 PMA 就像球评讲的，自己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到场边来接受访问啊。とりあえず。明日に残ることができて嬉しいです。明日も絶対勝ちたいです。She just try to concentrate for tomorrow game. That main thing, yeah. Great. Well, as returning champ, defending champ, how are you getting prepared for tomorrow's big matchup? 去年勝った選手で、だから今朝のことをどのふうに準備しますか。今の試合ですか。朝。明日は体調管理をしっかりして明日に向けてしっかり調整したいです明日に向けてしっかり体の準備とかをしたいです She tried her best to just try to concentrate her best to win the tomorrow game、yeah. Awesome Well all your fans here agree Best of luck to you tomorrow Mihirano make some noise for her please 好那在赛后的访问片梅宇谈到了那在明天的比赛他会尽他所有的能力而来准备来四强赛因为对手也还没有出炉哦但是他将会对到的是中国选手刘思文以及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两个人的赢家来在四强赛来碰头那么要继续的为